祝人情开门。农历七月初一，基隆中原祭开开门仪式在开基老大公庙隆重举行。在焚香祝祷后，庙方将装有登记簿和钥匙的锦盒交给副市长邱佩玲，再由副市长转交给郭姓宗亲会主委，写下开开门的时辰。等时辰一到，郭姓宗亲会主委郭庆全跟副市长邱佩玲及议长童子伟等人共同开启开门，欢迎好兄弟来到阳间接受民间的供养。基隆中原祭传承第169年，在农历七月一号的这天，由基隆市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的仪式。今年的轮值主普是郭姓宗亲会。那今天呢，来到老大公庙，就是要开开门，让好兄弟呢能够好好出去玩，然后好好吃普渡的祭品，那也要记得7月30要回来老大公庙守护着并祈福我们今年能够风调雨顺平平安安。为谁祝福我们赞吗？感谢人祈祈福我们赞吗？我觉得今天这个典礼完全非常的平顺，尤其像我们的媒体记者们，我觉得媒体记者们很可爱，是你们会互相提醒前面的人不要挡住后面的人，每个人都心里如意的愿意这样做。同样的，在做每一个仪式当中，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虔诚。当我开门打开来那个刹那，完全没有恐惧，你只感觉到说，让这么多人过去可能是我们的所有，也许跟我们有缘分的人，他们出来了，接受今天基隆中原普渡的供养，我心中只有满满的欢喜，很希望这样的传承、这样的科仪可以继续在基隆发扬光大。我想今年非常荣幸代表基隆市议会来参加我们老大公庙的开开门仪式，慎终追远，敬天礼地，就是我们基隆从昨天晚上开灯夜到今天的这个开开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科仪。今年由郭姓宗亲会来主普，我们来祈求郭姓宗亲会一整个月的主普月可以平安健康，也祈求市民拜拜，市民顺心如意，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承。其实前两年我们同姓宗亲会来主普的时候非常的忙碌，所以我想我可以非常体会这个郭姓宗亲会在一整个月接下来的这个辛苦。那我想也祈求我们各位宗亲给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宗亲会的这个力量，是我们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那我们基隆市议会，我跟郑文婷立委候选人吴华嘉议员，还有我们全体的议员都可以共同来跟大家一起来努力。整个开开门的仪式相当隆重，府会贵宾云集，包括立委参选人及多位市议员和各姓氏宗亲会都到场共同参与，许多民众也虔诚准备贡品到场祭拜，大家都希望在老大公的保佑下，基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记者黄日升、陈淑平、李亮杰，基隆报道。